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进步，医疗股看好；二、智慧农业灌溉技术革新，农业股新机遇；三、数字化教育平台兴起，教育股受益。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进步，医疗股看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前沿又充满潜力的话题， 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进步以及这对医疗股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当时的医疗诊断和治疗还是一刀切的模式，医生们根据统计数据和经验给所有患者开出相同的药方。这就像是你去餐厅点菜，结果厨师只会做一道菜，不管你是喜欢辣的还是甜的，统统给你上同一道菜。这样的医疗方式效果自然是参差不齐。然而，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个性化医疗成为了可能。 AI 可以分析大量的医疗数据，包括基因组、病史、生活习惯等，从而为每个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这就像是餐厅的厨师突然变成了米其林三星大厨，能根据你的口味和需求做出最适合你的美食。举个例子，癌症治疗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传统的化疗和放疗虽然有效，但副作用大，且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效。现在 AI 可以通过分析患者的基因数据，预测哪种治疗方案最有效，甚至可以发现新的治疗靶点。这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还减少了不必要的副作用。再来看看糖尿病管理，传统的血糖监测和胰岛素注射需要患者自己动手，既麻烦又容易出错。现在AI 驱动的智能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血糖水平，并自动调整胰岛素剂量，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这就像是你有了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私人医生，随时随地为你服务。那么，这些技术进步对医疗股有什么影响呢？简单来说，前景一片光明。随着个性化医疗技术的不断成熟，相关公司的市场需求将大幅增加。投资者自然会对这些公司青睐有加，推动其股价上涨。当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虽然 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前景看好，但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接受度还需要时间。投资者应该多做功课，选择那些技术实力强、研发投入大的公司。总结来说， 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治疗方式，还为医疗股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就像是我们在餐厅点菜，从只能吃一道菜，到现在可以享受米其林大厨的私人定制，这种变化无疑是令人兴奋的。希望大家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能抓住这些投资机会，让自己的投资健康也变得更加个性化。谢谢大家。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慧农业灌溉技术革新，农业股新机遇。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农业。农业这个行业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石。古时候，农民们靠天吃饭，祈求风调雨顺，而现代我们有了智慧农业灌溉技术，让农业变得更加高效和可预测。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古代的农民们为了灌溉田地，发明了各种巧妙的工具和方法，比如中国的都江堰和埃及的尼罗河灌溉系统。这些古老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创造力和韧性。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灌溉技术也在不断革新。现在，我们有了智慧农业灌溉技术，这是一个结合了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 等高科技手段的系统。这些技术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象条件，甚至可以预测未来的天气，从而精确地控制灌溉量，达到节水增产的效果。举个例子，现在的智慧灌溉系统可以通过安装在田地中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的湿度和养分含量。当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系统会自动启动灌溉设备，进行精确灌溉。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能保证作物的健康生长。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这些高科技的灌溉技术对农业股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智慧农业灌溉技术的应用为农业股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这些技术的普及，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得到了保障，这无疑会提升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举个例子，美国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引入智慧灌溉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这家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也因此大放异彩，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当然，智慧农业灌溉技术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高昂的初期投入成本和技术维护需求。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规模效应的显现，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总的来说，智慧农业灌溉技术的革新为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农业股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随着这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农业这个古老的行业将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对智慧农业灌溉技术和农业股的新机遇有更深入的了解。下课。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数字化教育平台兴起，教育股受益。当然，让我们来聊聊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兴起以及教育股的受益，这可是个既现代又充满趣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想象一下，孔子在他的学堂里面对一群弟子手持竹简口授心传，那时候的教育可是相当手工制作的，对吧？而且孔子要是想要扩大他的教育事业，恐怕得多找几个弟子来帮忙，还得多砍几颗竹子来做竹简。然而，时光飞逝，科技进步，我们来到了21世纪。现在的教育不再需要竹简和口授心传了，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教育平台。这些平台就像是现代版的孔子学堂，但他们不仅仅是数字化的，更是全球化的。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你就能进入这些平台学习。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兴起无疑是教育界的一场革命，他们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习变得更加灵活和便捷。比如 Coursera、 edX、 Khan Academy 等平台提供了来自世界顶尖大学和机构的课程，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这些平台的成功自然也带动了相关教育股的上涨，投资者看到了数字化教育的巨大潜力，纷纷将资金投入这些公司。这就像是古代的商人看到孔子的学堂生意兴隆，纷纷投资开设更多的学堂一样。有趣的是，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兴起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教育理念的变革。他们强调自主学习、个性化教育，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课程。这就像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只不过现在的才不再是竹简，而是数据和算法。当然，数字化教育平台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等等。但这些挑战正是教育科技公司不断创新和改进的动力。总的来说，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为教育股带来了新的机遇。就像是孔子，如果活在现代，可能也会成为一位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创始人，并且他的公司股票也会受到投资者的热捧。所以无论是古代的竹简学堂，还是现代的数字化平台，教育的本质始终未变，那就是传递知识，启迪智慧。而数字化教育平台的兴起，无疑是这一古老使命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篇章。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穿越了时空，从古代的竹简学堂聊到现代的数字化教育平台，还探讨了 AI 驱动的个性化医疗技术以及智慧农业灌溉技术的革新。这些科技的进步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总结来说，无论是 AI 个性化医疗、智慧农业灌溉，还是数字化教育平台，他们都展现了科技如何以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也为我们的投资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餐厅的厨师从只能做一道菜变成了米其林大厨，这样的进步无疑令人振奋。那么，这些技术的发展是否能持续推动相关股票的增长？在投资这些领域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和挑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对科技如何影响医疗、农业和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六博士，
期待与大家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留言告诉我。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ul bowl.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Society and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hou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The sun.